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。我的世界，哎，不是方舟，我的小伙伴要这个，哎，不是你啊，哪去了？我去把那个飞鼠拿出来啊，要给我的小伙伴空气啊，空气要它，这个呗。OK， 这个我送给你啊，名字在这儿取啊，叫鸭嘴飞鼠叫啊，鸭嘴飞鼠，要不然这个遥控器里边看不着谁是谁啊。是空气呀，我带你们玩一玩啊！上回咱们发现了它的特质啊，飞，然后呢，它可以当一个是吧？冲浪的，来了飞，冲浪啊！呜呼，飞得好快呀！再来，飞，它可以滑翔一会儿啊，喂。打水漂那个感觉是吧？我去，好帅呀，这叫鸭嘴飞鼠啊！我怎么记得有的那个鞍是带框的呢？哎，还怎么这样了？到边界了怎么？它搁水里边能奔跑吗？奔跑不了啊。我现在怎么上去啊？往上是飞不了，它只能滑翔啊。这不完了吗？这咋整啊？飞，咱得上去。我看啊，他身上我能背他不？我背着他飞上去，不好使。来吧，还行啊。他在水上边，如果我要用我的滑翔翼的话，掉水里边我就得游。他这个在水面还能蹦起来啊，这个就很不容易了。这个小冲浪板是吧？可以啊，我搁这停一下。OK， 我去，你等一下，我下去一趟。OK， 哎呦我去啊，我自己上去呗，我再招他过来呗，是不是？行，这样啊，我先下去，啊，然后我再把他招过来就完事了呗。你过来，你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我能给你抱起来吗？抱不起来的话，我看一下啊，我那个橄榄球我又扔那儿了，放他身上啊，橄榄球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肩上面，我就可以带他玩了啊。OK， 这样，然后给他抱起来，抱起宝贝，不是啊，哎，怎么不好使啊？他抱不起来吗？这个叫抱起宝贝。他抱不起来呀，小伙伴们，那你走吧，我自己找去。我肩上好像背着谁呢？这边是吧？聚合离地窝。哎呦我去，卡死我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怼死了，小伙伴们。回家吧我。哎呀，马失前蹄啊！我身上背着谁呢？好像是。OK， 我装备捡回来啊，这都不是个事儿是吧？咱把衣服套上啊，咱们做个文明的人啊，要不然太丑了。帽子、鞋子，啊，走。刚才有一个恐龙在我肩上面，应该啊，我飞行技术可以啊，现在怎么搞的？喂。喂，是这儿不？啊，是飞龙啊！我的妈！你回去吧，你干啥呢？我的妈！这个飞龙是个老年飞龙，待着吧就啊，没事你待着行不？瞎溜达啥？你就搁这儿待着。你个货，你搁这儿待着！哎呀，你是真烦人你。我看一下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咱们现在把那个谁给招过来啊！我都不想要他了，那个龙。我带着镰刀龙得了。我看看有没有那个聚合离地窝，有啊。这个，哎呀，你有点烦人你。有个霸王龙啊，我把霸王龙给砍死得了。过来来。
九十级的帮主，你去那儿待着呗，你都招人嫌弃了，去上那儿去。我给他弄个定位，你下来呗。哎呦，我得把你下来，你真烦人你。你就搁那儿呗，行不？我求求你啦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下来，对，下来就行。你真烦人你。咱们掏聚合离的窝，好几个呢啊，这儿。不行，我给他弄个定位器，我给他弄到那个哪儿的终端去吧，烦死了。你走吧。你个货。定位器呢？我上回不扒下来一个吗？哎，你别动啊！哎呀，你飞哪儿去了？你老瞎溜达啥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你真……哎，我可烦你了，你知道不？喂，下来呀！哎呦我！我也没让你瞎动啊！啊，我真是服了。你走。你走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你走吧。哎呦，我的妈，烦死了。镰刀龙啊，我们俩干活吧，开始。聚合离我都得打死啊。聚合离的窝里边我需要的是珍珠。这里边有吗？这看不出来啊。我准备掏了啊。这里边有，我就要珍珠，别的不要提示，你都拿着吧。谁过来打我就打死你啊！来了，我互刺，来个回血，再来个加攻击的啊！去，还哪有？找一找啊！这是有啊，这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是没有了啊。那边还有俩，挨个掏吧，我们需要珍珠啊。啊，这个飞龙是真烦人。剑齿虎把他打死啊，他偷天偷袭我们不知道。镰刀龙啊，你别这么勤劳不行吗？木头干2000多个，扔了吧，这扔了吧。OK， 可以，咱们掏吧啊，聚合离的窝，拜拜。我要珍�珠，别的不要，珍珠3-4个，挺多啊，可以。木头扔了啊，干嘛？我就小小的拿一点儿。小气鬼就得被打死。这还有一个啊，掏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给我，我还没捡呢，是不是有那个食人鱼啊？镰刀龙打食人鱼的时候把那筐给整坏了，我把聚合力都打死吧。我翻那个包，他肯定得打我。去。OK， 咱们掏吧，这还有好几个呢啊。这个窝比较特别啊，这个窝得钻到里边去，里边才有箱。这样啊。哎呀，这有个聚合离啊！我的妈，我给他干死吧！他得打我啊！哦，死了！这个窝是比较大的，大聚合离的窝。不行，我得拍一个照。OK， 这样呗。行，然后我下来，我掏，在这里边呢。哦，你看，这样才能翻到20个。这么大个窝就20个，你耍我呢？这边还有啊，翻吧。咱们需要里边的珍珠需要挺多，这也是个大窝呀。不过这个好像搁外边就能翻。啊，这个就可以啊，35个，这样的多呀，给的。我去，我负重了，让我骑一下呗。OK， 把那个什么给扔了啊，把那个木头扔了，2000多个木头扔了吧。OK， 还有啥？这个还有500多个。扔了吧，我看我珍珠多少了，100个，真不错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那个橄榄球呢？我橄榄球
我再做一个吧。我这橄榄球又扔到谁身上了？我又忘了。这样啊，我就能抱着他了。你过来吧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咱俩走啊，回家吧。OK， 要不我把那个鸭嘴飞鼠再给整回来，咱们来个信仰之月，行不行？那个空投里边有什么东西啊？烹饪锅、大型储物箱，没什么鸟用啊。这样啊，镰刀龙也不行。下边那多少级？不有100级的？你多少级啊？99级的。哎呀，那你要不你，哎呦，你走，我要那个100级的。那谁呀、啊？吸血蝙蝠来，咱俩去抓那个100级的镰刀龙去。这颜色也挺好看的。好，准备啊，小枪准备好，头压低一点儿，躺下吧，躺下呗，100级躺下来啊。这有点烦。哎呦喂，我去。哎呦我去，摇人，快！镰刀龙，你还是回来吧。谁打我呢？谁这么放肆？啊、你先，我这个，你先回去吧。遥控器带着没？遥控器带着，回去。啊，有点乱呐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，有点乱。然后我给他那什么呗？那黄蜂鸟是不是打我呀？秒熊药掏一个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个瓶给它吃一个，是吧？这是常规步骤，然后给它吃点果子。妈呀，我没有果子，这怎么办？那我喂啥呀？我看一下啊，那我找个谁过来吧？啊，甲龙行不行？甲龙身上有没有饭呢？300多个这个，行。这有个100级的镰刀龙啊，这个可以啊。饭这个够不？他76个，够了。这个镰刀龙比那个镰刀龙好看啊。那你就消失，你也消失。我还是把镰刀龙找回来吧啊，给看着他吧。不行，这样比较好一点啊。我不是嫌弃你啊，我就是嫌弃你啊。100级的。咱看点啊，这边有点食人鱼啥的，走啊！这帮酷，我保护他点啊！打死他！我别打着他啊，我一下给他干死！我去！我不搁这站着，是不是也没人过去动他去，动弹他去？还不起来、啊、还给他加了那个快速驯服的那个药瓶啊，这个是吧 ？OK， 镰刀龙不就是可以收集果子吗 ？C 键，是吧？哇，他收集挺多呀、啊，别打我的啊！100级的不容易啊，泰克打死他。OK， 可以啊，你还不起来、啊？升级了 ，OK， 可以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血量已经10000多了，攻击力再加点，101级。虽然是这样啊，不过这个100级的还是比他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初始等级高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蓝肚皮的，有点。你看他俩是这样的。OK， 可以啊。瞅一眼啊，对比一下他俩啊。那个蓝的更好看一点，这个有显得有肌肉，是吧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每天下午5点，晚上8点，回人在直播间等你啊！每天在哼哼直播，对，你没听错啊，每天在哼哼直播。你要能听懂哼哼是哪里，你就能找到我了啊！赶快来找我吧啊！